在复习考研，我的天呐！你要加油了，过两天是不是要考试了？盼着下雪，我几点睡觉？反正挺晚的。俊宇在房间里面看电视剧。俊，俊，想我吗？安俊熙，你把你刚刚说的那个字再说一次。安俊熙，你是不是不说？我来喽。OK